奶奶，他不走了，是不是看上你了？快去找他！就是，你就是那个。你不是花纸？你没事吧？这么晚了，一块玩嘛，玩，跟你玩。你上回那个针呢？你不挺厉害吗？就会扎我。也没针。好啦。 别哭了，我肯定天天都戴着。啊，可不能再忘戴了啊！我脸上长红疹子是你给我下的药？你这脸上都是伤，身上肯定也是吧？我回去给你开药。你赶紧回家吧，免得到时候你家里人又来揍我。 哥哥已经很久没回家了，打不到，我好想他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就教一次，学不会就算。我一学就不会。